老和尚常常露天打坐过夜。第二天，在他的座椅周围方圆几尺之内，地面上都是干的，而以外的地面上都被露水湿透了。他曾到板桥某寺挂单一天，当晚在户外打坐过夜。寺里的住持法师一大早醒来，看到外面地上露水湿透，而老和尚所坐的方圆之内却是干干的，知道此人必有道行，于是赶快通知信徒某居士赶去皈依。这位居士后来成为广公之大护法，他的三位子女也先后在承天禅寺出家。佛法不离世间法，就是比喻如果要度人，说法要说些包含社会上因果的关系，所以要与社会来往。又世间不离佛法，就是说社会上种种需靠佛法才能扬善除恶。所以老和尚不执着要在深山入定，老和尚认为光在深山入定无法真实利益众生，才说要与社会来往，但不能因此而过度与在家人牵扯攀缘，或过于世俗化的活动频繁。度众生不是用说的，不是拿个什么东西来弘法，要修到无形中感化人，就是坏人一见则起深性，不用口说。修行要修到口说出来就能成，说这样就这样，我没讲我在做什么，人见了我或听我讲一两句话就深深感动。我到台湾后，台湾也比较安定。这是老和尚与宣化上人对答时说的。老和尚来台的民国四五六零年代，台湾确实安定无事。出家人对来寺里念经拜忏的在家人，不要跟他谈俗事，要指导他们怎么学佛。有一位信徒向第二代住持法师说起他当年为何皈依老和尚的原因。他听人说老和尚是一位得道高僧，就慕名而来一看究竟。来到祖师殿，看到老和尚长得又瘦又小，相貌平凡，坐在藤椅上还受人家礼拜，他不禁起了轻视的心，就在一旁与其他人对老和尚评头论足，心里想着这个老和尚，我看他连走路都不灵光了，还能做什么，会有什么道行。等到参拜的信众散去之后，老和尚突然从藤椅上跳起来，本来双盘的两条腿也不用手去搬开，很快的到祖师殿外围的走廊跑了三圈之后，又迅速的回到座椅，脸不红气不喘的，两条腿又自动的盘了上去，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这一幕是来得那么突然，他看得目瞪口呆，想到自己刚才以貌取人的心态，越想越惭愧，于是走到老和尚座前顶礼求皈依。老和尚
就叫他到当时负责办理皈依的当家法师那里请求皈依。有些出家人与在家人一样做生意，在家人也会诵经，出家人去诵经与他们竞争，好像做生意互相竞争，这现象不好，变成你渡我，我渡你，受戒回来要加倍持戒，努力修持，持戒戒神拥护你，才能出苦海。否则受戒回来去念经，与在家人竞争，怎能渡人？有了修持，戒定慧具足，韦陀菩萨拥护你，嘴一说出来，鬼神听了也能出苦，才能自度度众生。古时出家人托钵，个人去修行，八万四千法门，个人修个人的功。今天有托到东西就吃，托不到也就算了，专心一致用功，以了生托死。不像现在很多出家人专讲如何去搞小庙，不是盖了很多寺便能了生托死。许多人盖了庙不知为什么，不知是为了自己度日子维持生活，还是度众。如为度日，则草茅搭一间也能过日子；如为度众，则大家找有钱居士帮忙，变成竞争，拿佛菩萨做生意。在家人会不相信轻视出家人，就是因此而来。如果盖寺，煮些好菜让人吃，来拉信徒，靠这个吃饭，他们便不恭敬。盖寺须有德恨感化人，自己会三刀六锤，且能写能讲能做事，使人敬服。而现在的人盖寺则收些徒弟，叫徒弟去化缘，什么也不会，又没有度量感化人，有钱便盖寺，对待徒弟好像佣人，且不知如何教导。日子久了，弟子就不听他的话，便想去读佛学院。许多人读佛学院说要弘法利生，结果读出来有几个去弘法利生，在家人见了则不敬重，便侵入寺庙，组织管理委员会来管理出家人。古时候大陆出家人行持到感动皇帝，云游四方吃四方，衣钵到处任君餐，令人敬重。大陆四大名山，有佛寺便有皇帝敕封。出家人如有道德，韦陀护法会拥护你。法会时，有的人拿钱多，有的人拿钱少，但我们都一律平等超度。有的人拿钱多，不要以为自己拿钱多，拿钱多帮助超度别人的鬼魂，这样功德才大。我们寺里对超度孤魂野鬼应一律平等。出家的人要了解出家是什么，并且要到大丛林里磨练，
要做人不愿做的事，要不看不听，像个哑巴一样，要吃苦，这样走到哪里去见道场都会成功。若没吃过苦，出家没几天就想去见道场，那很难成功。出家人要常常指导在家人如何学佛，如何消业障，不要看到有钱的人就给他找个好客聊住，去巴结他，给他好的吃，这样反而不能给施主种福田，害了他也害了自己。在家人也不要要求出家人要好好招待自己，假如在家人要求出家人好好招待自己，就是不会植福消灾，反而会增长罪业。在家人与出家人都要互相了解。目前有许多出家人出家没有多久就想建道场，到处化缘。如果光找佛教徒还好，如果去找不信佛教的人或外道，则会因此闹出很多是非。出家人如果能够学习古代祖师修苦行，则将来会有出头的一天。在丛林里与大家吃苦，砍柴挑水，就会得到别人的敬仰。要在节俭、勤劳、吃苦中去磨练，才能在道业上有所成就。有羞耻的人是不容易被看出来的，最后羞耻有成就时，就能感动很多人，感动许多不信佛教的人信佛，这样才是出家人的正当做法，才是度众生。度众生是不去与官员拉关系，做人是第一步。对来寺里的信徒，不论对方如何，我们将就应酬应酬，但不可以有恶意。出家人要与众生广结善缘，信徒来我们要好好招待，这项行得圆满，到后来自会开出我们的福慧来。所以广结众生缘对我们出家众是非常重要的。出家人一切无事，住在自己的寺庙，安住自己的本分，随缘利益众生，可以无挂碍，可以自处解脱，而不受牵绊，不受缠缚，才算是自身已了，才可以出来度众，接受供养，再把此供养转施为利益众生的事业。施主供养布施的功德遍十方，受供者若三心未了，任意享用，不怀惭愧，视为理所当然，那么披毛戴角还有你的一份。现在的寺院经营或是度众的方式，大都是用世俗法的，如果要如法，只有反求自己，自度成就，众生见了自然起欢喜心，所说的话
都能被众生所信受，且天龙八部自然拥护，度众利生，不是在口头言语上度。出家人须合众，对信徒要能圆出家人的过失，要以和合僧的姿态，以僧无过的立场示人，一来安定内部，二来维护僧团，令众生恭敬三宝，不毁谤三宝。为度众生，则恒顺众生，像哄小孩一样。其实师父并不需要什么，很多是为了给众生种福田的。众生见到师父生欢喜心，但师父自己也不知道。修要修到自己没有做什么，智慧一开，则经藏全在里面。经藏是在我们心里面，而不是在外分别选择的，或是去读佛学院就能学出来的。这样无法究竟了脱生死，我们要认清方向。如果是家人来寺里用斋，也要他们添香油钱，让他们有正确的观念。与信众应对，要说佛法，他如向你说俗气话，就说对不起，我现在没有时间，你去拜佛，到处走走。遇有不良分子来，不理会就是。铜钱没两个不会响。信徒来，要善言招呼他们，请他们礼佛，寺里走走，这是结善缘，也是修行。第一要点，不要老把出家人的清高相摆出来，这修不到行。要知道他们也在修行，要行菩萨道，要修好行，不要修坏行，不要数说别人，骂别人。譬如有的信徒因不知佛门的戒律而要来厨房拿东西，就要好好问他有什么事，要什么东西，我帮你拿。不要以不好的态度对人家，这样才能度众生。否则别人看了会说，出家人还不是这个样子，有什么好。修行要修到有智慧，什么事碰到都会应付，讲话也要知道怎么说才圆融，自己站稳了，别人也欢喜接受，也不造业。所以我们要养慈悲心，行菩萨行。弘法利生不是在口头上说的，只要修持得好，自然人家看到你就会起欢喜心、恭敬心。像我们穿得不好，但肯舍身为常住工作，外面的人看到了也会感觉这些出家人很下心，自然就想供养我们，无形中让他们种福田，度了他们，这也是弘法利生。菩萨要度众生，
要先广结人缘，看到信徒要打招呼，但不要攀援，不要共高我慢，认为我是出家人，你们是在家人。我们要知道，吃、住、穿、生活的一切费用，都是施主供养的。和社会人接触，只是应酬。应酬心里也要有主，要有佛法，不要和社会人谈论俗事，要谈佛法。我感觉一句阿弥陀佛要去西方还很困难，其他的都不敢想，也不敢想要弘法利生。师父认为弘法利生是无形中的感化，随缘自然的，不可强求。修行要做苦行，苦行做下去，智慧才会开出来。做苦行要样样都学，以后若有人请你做当家住持，都有办法做，才能够领导人。如果修行修到那个程度，就算人家请你做当家住持，你也不会想去，那时自己就需要静了，不会有要做什么的念头了。人20岁便一样，到100岁就都不一样了。一人变一款，到最后拢无共款。若能依两堂客送去行，深得其中意味，要去西方就没问题了。何况要讲经说法都会的，要愿，要有愿去行，有愿力，佛也是你去做的。没烦恼的才算是小小的有点修，能自己控制自己，出家来修还要演一出梦中佛事。即使徒弟众多，官员拥护，这些仍是幻境，不能把这些念头挂住，说我是大法师，法师是法师，出家了人要谨慎，讲经说法的人若还有个我，则说的话就是有我像的话。